罪现场。这个犯罪现场就是有个人自己在客厅玩耍，掉一只我的鞋，再掉一只小弟的鞋，然后帮我的鞋带解开，牛逼啊！你认错吗？你知道你错了吗？还能帮我解鞋带？哎呀，咬断了！我鞋带上面两个这个硬的东西哪里了？知道呀。